帅哥，你都看了5分钟了，有没有适合病人喝的粥啊？哎呦，那可多了去了，皮蛋瘦肉粥，养胃的，南瓜粥，补血的，啊，猪肝粥，明目养肾的，还有降火的，绿豆粥，你要喝什么粥啊？嗯，我都要吧。啊？嗯。芊芊，吃的来了。哇，哎，南哥，你这是把整个粥店都搬回来了吧？我这不是不知道芊芊喜欢吃什么，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发烧病人吃。我这儿有明目的、暖胃的、补血的，还有补肾的，我就都买来了。哎，你刚刚不是给我叫过外卖了吗？外卖？什么是外卖？补哪的？补脑子的。好，下次买。对了，芊芊，我刚才路过药房买了2盒药，你看看，这个是感冒用的，每天2次，这个是发烧用的，每天3次，都是饭前吃的。你待会儿吃粥前记得把药给吃了哈。还有网上说睡前泡个澡对身体有好处，我现在去帮你放水，记得把粥全部都吃了啊。我现在相信你说他会照顾人是真的了，脑子要补也是真的。